8:02，在新左营站拍摄的是1689机号西部干线口操作的 A 站，机号西部干线口彰化，机号西部干线口彰化，彰化开往彰化的 ENC1208 加 ENC1079 辆一组，我们斑马号今天的难度只有大概10元。1689西部干线口彰化的 ENC1208 加 ENC1079 辆一组，我们斑马号今天的男主角准备起来。关闭车门，准备驶离。刚刚顺利驶离的是1689机场西部干线口彰化的 ENC108 加 ENC1079 辆一组，我们好，今天来到这里驶离了。好，这班是5134经由海线号潮州的1209电头西四自动门组装号，准备驶离。刚好驶离就顺便拍摄。其实我还蛮喜欢橘光号的，对吧？这外观还不错看，对吧？只要改无接的话，就是。不一样，对吧？不过是还不错看，对吧？只是改了无接化而已。所以我觉得改无接化有点丑，超级丑。好，感谢各位观看《维赛世界海鲜港潮州》的举光号，实体新准的比较慢一个。以上是用电头。1209电头举光号，实力新准的零两，拜拜。好，等到11号了。好 ，OK， 11号。我们等他的。OK， 好，拜拜。